起来了，郭俊磊，你干嘛？刚从上海回来，抢抢我位置？什么抢你位置？嘿，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归我了，归我了！别弄乱我厨房啊！赶紧出去吧！不会弄乱的。哎，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我的小公主叫醒，让她下来，赶紧吃早餐。等等啊，什么是你的小公主？是我的小公主、啊。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好了，去去去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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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呀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今天是你做，明天是我。哇哇哇！你看都洒出来了，都怪你。妙妙，怎么不吃早餐呢？是不是我做的不合口味啊？我就说嘛，妙妙喜欢吃老爸做的早餐是吧？去，妙妙，这样好不好？等你下课回来呢，我给你做我拿手的蛋包饭，好不好？老爸，爹地，我要吃上学。喂，爹地送你去。等等，老爸送你去。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我来了之后呢，就是我送妙妙去上学。谁跟你说好了？妙妙，走上学去喽。雨欣姐姐早。妙妙早安，去上学啊。嗯，加油。好。啊，甜心姐姐，可以借我一下电话吗？你要干嘛？一下下就好，拜托。那，喂，我要找徐婉晶。喂，徐婉晶，今天是 Daddy 带我去上学，所以你要帮我接一下这个包。上学去了。甜心早安。甜心姐姐，郑大哥早。啊，拿电话干嘛？打给谁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快点走。啊，好，走了。慢点啊、哦！拜拜。专心下课，下课回来接我。记得就好啊，去吧。妙妙，老师好。你是？老师你好，我是妙妙爹爹，我来送他上学。郑先生，你从上海过来了？没错。妙妙真有福气，有两个这么爱他的人。妙妙，走吧。等一下见。去吧。记住好好上课啊。好。